快霸道我侧面一点吧，哥，这边的墙吧，这边啊，这边的墙好拍一点，对，我们能看到，这不是成谍战片了吗？贾玲学一下啊，如何壁咚一张青春王牌。好，三二一 ，Action！ 别动，再动的话，我可不敢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问你，这人世间有那么多鱼塘，为何你偏偏要踏入我承包的这片？那天，人家迷路了。哎呀，我天哪！ 给你一杵子！你没看到前面有那么大一片吗？飞到我这儿来，那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从现在起，你凡事都要听我的，我就是你的主人。 我就是你的主人。主人。<笑>我们再请蛙哥和贾玲来演绎一下这个片段。女人，<笑>你成功的引起我的注意。 过来，哎呀，来，不，哎呀，来，不，这有墙，一会儿还要壁咚呢。<笑>好，你不要动。你要干嘛？你再敢动，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事。<笑>那我太想动了。<笑><笑><笑> 世界上这么多鱼塘，你为什么偏偏走进我城堡的？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主人，你凡事都要听我的。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个磨人的小妖精！哎呀！爱你是我的权利，能陪在我身边是你三生有幸。这一百万今天不花完，哪来的钱？这一百万今天不花完，别回来见我。哎呀！我有了。 有了，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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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给，捡纸，捡纸。一起先举个杯吧，好不好？大家都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咱们喝点茶。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聊一聊自己青春记忆当中啊，那个最重要的你，这个你可能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啊，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要问问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这个你。 到底是谁？大家如果说单看第一眼感觉，一定是猜不出来今天在我们台上那么多人，谁是年龄最大的那一个？蛙哥，呀，蛙哥74年，我太年轻了吧？我不小心在这里，<笑>冻龄男神，真的，第一名。哦，边上的张，哎呦。 快20岁，19岁、这个好小啊！这个小靓仔呀，哎呀呀呀呀呀，好帅呀、
再来问问宝哥吧，因为宝哥也老来我们王牌哈。你青春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你是谁？应该是我妈妈吧。嗯，哎，为什么小宝没有他那个小时候的照片？其实我跟你说实话，我连十岁之前的照片都没有。我们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母亲会永远会说一句话，会说：“儿子，你好好学。”因为我上学那会儿我还是小学霸呢，我学习非常好。嗯，所以说母亲一直在支持我说：“你要能学到哪儿，妈妈就供到哪儿。”和爸爸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卖血也会供到你。其实往往越是他们这样一些话，越会打动我，然后反而我觉得那时候我成了家里的负担。但是呢，在这个时期，停留在脑海里更多的一个梦就是，我上中学那段时间里面，因为穿的跟同学比稍差了一些，我母亲为了让我穿的跟大家能挨得上的话，她去出去卖苦力，那个时候就是帮人家种地嘛，累得腰病都累犯了，结果挣了钱回来给我做了一身衣服，就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要好好报答这个家。那个时候我选择了放弃学业，我到今天我也没有后悔过。学校那段时光的确没有待够，但是我从那一刻我决定放弃了，我要为家庭承担点什么了，所以说我才有了今后的这一路上走过来的这个志气。所以说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妈妈。嗯，景甜的青春记忆当中，我们想来问一下，就是哪个时间段是你觉得自己成长或者蜕变最大的时间？这一路走来，这个演艺事业、演戏、做演员这个职业，可能一直也遇到过很多的大家会看起来的普遍的一些困难、挫折，比如说大家没有认可你的作品，没有认可你的业务。质疑，我觉得这是在我可能在2019年之前所经历的10年之间的一些困难跟挫折。但是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经历吧，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已经丢失了自己。对，因为我可能没有想到生命里还会发生一些之前会觉得自己无法承载的一些痛吧，会有一段时间比较极致，我是严重到可能就是说几天几夜我都会出不了那个房间。抑郁了是吧？什么方面的事情导致你会这样？私人的事情吧，自己的心情不受控制，会一直往下沉，就像在一片海里面全是黑的，也没有人能给你一个救生圈，就一直往下走。那段时间我才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心情的养生可能会比身体的养生更重要。我可能有1.5年没有拍戏，在拍这个司藤之前差不多快2年，这个时候你就是比如说我团队让我去接戏，让我看剧本，我就觉得我屋子都出不了，然后我紧张到我觉得我很害怕告诉别人这件事情，我怕我身边的人以为我是在用一个什么东西在小题大做，或者说是我也怕他们担心。那现在走出来了吗？现在是走出来了。对，好像很多人都，尤其是当演员的，好多都有过多多少少有点抑郁症。嗯，对的。其实不只是演员了，就是每个人的人生，你想要成功，你想要实现你的愿望，你有欲望，你想要索取，你就一定要付出。那在付出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挫折、失败，还有这个错落的这种感觉。嗯。然后失落的感觉，然后也会有失去自我的时候。但人最终战胜自己的还是你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别人是帮不了你的，你只能靠你自己咬着牙生挺过来。嗯，我特别赞同小明哥说的。你说完这个话，我就知道你为什么在司藤里边可以演了一个这么强大的女人了。谢谢，谢谢小明哥。我们再来问问春春，因为春春出道16年了，如果让你去回忆一下这16年的经历啊，对你影响最大的那个你，
会是谁，你又会想对他说点什么？其实我们刚刚在私底下我还跟小明哥在聊，就是一转眼就已经16年的时间了，好快啊。然后包括我们认识的时候都还挺小的。那会儿你就是刚刚上台的那些个小男孩，就差不多，对，就差不多那个样子。嗯。然后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这一路其实除了我的家人朋友，还有就是歌迷朋友，我觉得我还是认为他是各种各样的人，就不同职业的，不同年龄的，只要是其实观看过05年的这个节目的，可能我突然去医院打点滴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护士，他会说，春春，我给你投过票。但他未必是你的歌迷，嗯，然后比如说我在机场排队的时候，可能突然前面一个像腾哥一样老人，长者也不是老人家，就是你觉得他可能不会看这种节目的，然后他会突然说我能跟你一个自拍吗？我当时给你投过票，会遇到不同的职业，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些人，他会都会用这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个青春的最好的一个连接。所以我觉得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在歌迷范围，对我带来的一些回忆。我也给你投过票。谢谢谢谢。影响力太大了，非常非常大，太夸张了。西单那儿路都疯了，而且我还模仿过春春，模仿得很像。怎么做到的？有一些共同之处呢。这个春春成长的路上，其实就像他自己说的，有很多人陪伴，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成了很多很多人的青春，而他们也有话要对你说，咱们来看看。在2005年，我们认识了一个不普通的小姑娘。2005年海选时见到你就被你深深的吸引，那年我22岁。每一个周末，我都和一群朋友暴走在成都的街头拉票。春春你好，你还记得我吗？2013年的 YM 演唱会上，你把这把开启快乐之门的钥匙送给了我。在那之前呢，中枢神经细胞瘤压迫了我的视神经，然后导致了我左眼几乎失明。今天把这一把快乐的钥匙送给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全场的观众都在为我加油。我突然就意识到，我要为了爱我的家人以及朋友们振作起来。感谢我们青春有你，青春有你。哇，谢谢。我的乖孙女儿春春，我是夏奶奶，我想你了。年纪大了，忘了许多事，但是一直记着你。不能来参加唱个演唱会，但是我心里跟你一起。我会一直支持你，夏奶奶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从导演那里了解到夏奶奶今年是91岁了。嗯，对。因为年龄的原因，所以其实夏奶奶现在想把一句长句子一气儿说下来已经很累很累了。我的天。夏奶奶是一直陪着春春在成长。对对对。但是当刚才看到她的样子的时候，她还和你记忆当中的夏奶奶是一样的吗？说实话不太一样了。他在我的那个印象当中是一位知书达理，然后也非常的精干的一个奶奶，跟我今天看到的他也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嗯，
但是从2018年开始，因为身体原因，他没有办法再出现在春节演唱会的现场。嗯，但他一直是一个最铁的玉米。嗯，他这样的一个年龄，就希望他开心，然后也希望他的身体可以健康。嗯，好像没有别的，就是我觉得挺朴实的一个愿望。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春春这16年一直在不断的成长，当然也源于身边有这么多的人一直的陪伴。但是你也会发现，当成长之后，很多人已经把你作为了人生的一个目标或者学习的一个榜样。当你看到青春有你的那些小伙子们的时候，嗯，会不会就好像看到了当年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相互的吧。在我成长的道路上面，虽然有很多人给了我力量，但是我也有非常孤独的时刻。在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打开了我自己很多内在的一些东西。因为经历了这些孤独，因为经历了这些可能质疑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我反而希望在面对更年轻的孩子的时候，可以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些能量，然后以及我可能过去经历过的一些东西，我希望能在未来可以做一个还不错的前辈吧。2013年的时候，我记得你是在那个节目里哈，嗯，对着花花，你可是说过我坚信花花未来一定是可以创作出好作品的歌手。哦，对对对，还有花花，对吧？对。第一次见到春春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极其有魅力并且气场极其强大的一个人，在我心里面，他永远是我的。导师，他是有点像是一个引路人，也一直是我的一个心里面一个行业的一个标杆吧。对，谢谢。春春老师好，我是潘虹。Hello， 春春姐，好久不见。我2015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叫《燃烧吧少年》，然后非常有幸可以在前面两轮的时候被春春掌门给选中了，去了他的队伍。无论是从业务还是从人品还是从品德上面，我都把他当作是我学习的一个对象，一个榜样。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他对我说的，你经历的所有风雨在未来来看都会是一种长远的馈赠。请我一起落泪，但我真的觉得你在我心里不只是一个酷酷的春春，更是一个暖暖的春春。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像春春老师一样，成为一个散发着阳光传递着正能量的这样一位歌手。我觉得他是我的榜样，他的从音乐啊，然后他的审美，加上他一体化的演唱会，都是在国内非常一流的。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向他靠近。希望春春掌门可以身体健康，顺顺利利，这个是我最真诚的祝福。兄弟，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是浩浩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随细雨天真，明媚如朝阳初升，晕红耳根。你唇上的细纹和轻描淡写口吻，抵挡着谁的心声？这一刻突然失了分寸，你爱过有多少春？冰城是不是也叫年轻牺牲？你手腕
这故事有多疼，脉搏胸骨我体温，一寸一寸更真，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是浩浩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骨肉清汤的人，语无伦次的人，不过血肉之身。谢谢春春，谢谢。哎呀，接下来咱们来聊聊王牌家族啊，因为王牌的这个青春的记忆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你，应该就是我们彼此了吧？对。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发了一张打分表到每个人的手里，让王牌家族彼此之间评分。这叫公开的吗？你以为呢？小童三年了，三年了，长点心。是在这儿看，不是发微博吗？现场看，不是我们结束彼此不再相见，然后再发个微博的那个打分表吗？当场亮牌。我能重新写一份。来，这个是贾玲给腾哥打的分，魅力值不合格，幽默优秀。反应不合格，默契不合格，体力不合格。本季的高光时刻呢，全程都是高光。需要改进的地方，少说点话啊，嘴太损。魅力值没有很差，如果很有很差，我都能给你打很差。行行行行行，下一个是花花，你看人花花，对，后边有个括弧，毕竟是曾经的校草。魅力值优秀。幽默值优秀，反应力很一般，默契度优秀，体力负分儿，负分儿。本季高光时刻掉假发，需要改进的地方完美，你瞧瞧，完美完美，未来可期呀、啊。关晓彤，
你看人小童的细节，后面写沈腾哥，被评人沈腾哥，那是啊，魅力值。哥，这好像是改的，现在只是不合格。小童，我看你好像也是改的，后面好像拿涂改液改了。都是优秀啊，都是优秀。完了，体力是一般，默契度、真实的内心也是不合格，不合格。高光时刻掉头发，咱俩说一样。身杠，单杠。啊，单杠、啊，单杠唱歌，单杠唱歌，单杠唱歌创纪录1.88秒，好牛啊，棒，好牛、啊。然后撑起整个家族确实累，but 不要再犯困了，多一些担当，成年人该有的样子。好真诚啊。OK， 挺好，打得挺好。贾雷来看看，花花，哎呦。来来来，喝一杯。最后这句话，希望玲姐今年能够实现休息计划。哎呀，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你看现在票房也这么好了，也该歇歇了。就是我觉得该给别人腾腾地儿。来吧，该你了。花花说说，本季的高光时刻，玩乐器。玩乐器，玩乐器那天真的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别光玩乐器。小童的来，是我的。他本季的高光时刻是主持。张一行表示，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行行成内行，你说我说的行不行？哎，小童绝对是被演戏耽误的主持人。然后他需要改进的地方是转行。我们都觉得是主持那段。小宋弟弟自己告诉大家，这是小童姐的。为什么默契度不合格？默契度不合格，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主动帮我多分担一点，希望下一季改进。真的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家族。小宋，听完这个哥哥姐姐们对你的这个打分之后，有什么想说的？我觉得，生活化一点来说，就是感觉参加王牌像一次高考，然后每一次都特别紧张，就到后面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放开。就是感谢这个节目给我这一季的成长嘛。王牌对王牌已经开播6季了，然后呢，王牌家族在3年当中也cos 了非常多经典的形象，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欢乐。特别感谢王牌家族一路以来的付出。节目组今天特意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哎哎，我们让狒狒拿上来看看。哇，谢谢谢谢。这个是王牌家族的新成员。哇，王牌仔。哇哦，这是我吗？这是你吗？这是我。这是我啊。这是你啊。哦，腾哥，这个叫腾小牌，腾小牌的标志是戴浴帽啊。贾玲呢，林小牌，一个手拿鸡腿，一个手拿可乐。花花的叫花小牌，头顶一朵花花。小童的是童小牌，粉色的双马尾。小宋这个是宋小牌啊，头上顶个鲸鱼，手里拿着一个金色的魔法棒。然后我这个叫涛小牌，是手里拿着话筒的。谢谢，非常感谢节目组。还有一个惊喜，是3位男士送给2位女生的礼物。没想到吧？太没想到了。贾玲和小童可以坐到观众席上，好好来欣赏一下，来吧。人家一拍，好像是还没醒来。
相互依赖，手拉手相亲相爱，把游戏做起来，悲伤都说拜拜，我们一起笑开怀，不分开，这就是王牌家族永远的 fly。 感谢有你们同在，爱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敲侧击。这轮我们要考验的是各位问话能力到底强不强。每轮游戏三位嘉宾带上写有词语的道具，嘉宾可依次对自己头顶上的词语按顺序进行提问，率先猜出头顶词语的嘉宾获胜。第一轮要参与的三位是腾哥、贾玲和杨迪。好，来上词啊。哦，把俺的发型都弄乱了。完蛋了，驴唇不对马嘴。从贾玲开始问吧，女士优先。我这是个男的女的？女性。女性。嗯，可以说是女性。太坏了。那我这个是人是物啊？这个可难住我俩了啊。这个我只能说不是个东西。似人非人吧，反正确实不是个东西。梧桐吗？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梧桐怎么惹他们了？描述的太精准了。哎呀，不行，我俩一下把中心思想都给你提炼完了。不是，我在想，梧桐，在杨迪心目当中啊，你也知道了哈。我在想，上面要么是我要我的名儿，要么是梧桐的名儿，才会引得两位如此的谩骂之声。给你换一个，你这猜太快了，给杨迪换一个。给的那个提示太明显了，能形容他的词儿不多。我问是吧？你问一个。我这个是个80后吗？是1780、1880还是1980？你就告诉我他是什么鬼？哪个年代都有。我这是个人吗？是一个让大家非常尊敬的人。我妈呀！是《你好，李焕英》里的李焕英的扮演者吗？是，这么快呢？因为我说我妈，然后他们就鼓掌了。因为你这部电影票房好呀。现场的观众太善良了。行吧，那你算胜出了。你俩挑，咱俩单挑。他跟我的长相，他怎么样？他长得好看不？跟我相比，胜也是险胜。这好啊。他险胜我呀、啊？胜你很难吗？胜我很容易，险胜我的人范畴一下缩小了。我就不说别的，今天在场的就有很多险胜你的。没说你马东老师没说，他们没说你。哎，咱们那叫不分胜负，好吧？来，腾哥提问。我。哎，这是能看见吗？还是怎么着？你把白眼翻成这样。我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好，干什么的都有。研究。他爱研究，他也喜欢研究别人，别人也喜欢研究他。又说很明显吗？有点说多了。哦。太监。
关键沈腾那个指着自己，太监。而且声儿那会儿特细，太监。我们研究他，他也研究我们。这个可以往这儿靠靠。外星人。哇！你咋知道呢？他还是那个我说的那句话很对，研究研究我们。他还没猜出来呢。我这个还猜呀，我这个我见过他吗？你见过他，但他未必能见到你。文艺工作者，文，哦呦，范围已经给你框得很小了。真的，杨迪，你想想，长得跟你差不多的文艺工作者，全世界还能超出仨去？白凯南。白凯南被你损成啥样了？你得尊敬人家。沈腾。校草的颜值怎么可能显胜于你？这都不能喷气了，这咋把这个直接喷他脸？这个题你没偷到啊？没偷到。你刚刚是倪萍老师说我偷题吗？老师，这么简单题你都回答不上来，证明你没偷过题，是不是？影视演员。哦，影视演员，孙红雷、林永健。快了。黄渤。耶、yeah ！来来回回就是这几个人骂了一通。你在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之后才说黄渤，你真的是太仗义了。这就是大师的风采。大师的风采。什么叫大师的风采？人都得罪完了还单。下一轮，花花、马东老师、邵刚老师。邵刚老师开始提问。这是个男的女的？都可以，都可以。啊，我问，我这是死的活的？都可以。它就是一个前世和来生的问题嘛。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了。你这个不分男女，我这不分死活，咱俩这怎么弄？我这一位他，美吗？美。他主要出现在什么？什么地方？他又是都可以，真的都可以，我没见过他出现在任何场合。那么我再补一个，我再补一个。我跟你讲，你甭管问什么，答案就是都可以。你是我这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传说里的？其实我们也未必知道真实的答案。转过来我看看，都可以。每一个都可以，我都可以给你解释。对，都可以。你想到他要坑你几个字？三个字。那一会儿再说。这个第一个字儿的汉语拼音的第一打头是？可以这么问吗？这样是不是太荒谬了？这位大哥，你是当我们傻是吗？啊，当我没问啊。也没人理你啊。这个称呼是80年代后出现的吗？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80年代之前就有人这么称呼了。啊，我知道了。什么时？你说。你说呀，你说呀。知道了。奇葩。到这个还真是，马上了。他是一个奇葩。我头上这位第一个字儿的第一个发音是 A B C D E F G 里面的吗？你是当我们傻吗？我这是一个现代做音乐的人吗？不以音乐见长，应该这么说吧？啊，对，或者说有歌，长得又美，然后女的，女的，有歌，杨幂。为什么这么快？长得美又有歌，那我第一想到的是杨幂。那赵薇呢？哎呀，小童，说出我出过的三首歌。我们一个一个问的话，你能把所有人全得罪一遍。哎，他们题怎么都那么容易？我这个是都可以，都可以。我要不把你带沟里去，我跟你讲，我都算白认识你这么多年。花花，你来形容一下他。
大哥，你是觉得我们傻吗？我没有和你交流。都可以，可美可丑。你刚才都问了，传说中，传说中可美可丑三个字，那就是，这你能猜出来，我就给你磕一个来。传说中这范围多小啊？母夜叉。哎呦，谁认为母夜叉美？维纳斯。这么说吧，它是介于维纳斯和母夜叉之间的。这个范围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对对对对，他们生活的地方差不多。水流介于维纳斯和母夜叉之间，对，在海里。传说，传说，北欧美人鱼。厉害，帅光老师。只有马东老师一头雾水，现在啊，你最难真正了解的一个人，好有深意啊。其实这个提醒很到位。我自己啊，我的名字马东。对呀，对呀。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最后一轮，鹏哥、贾玲和倪萍老师来。这一轮题目是最难的了，每个人呢可以问两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可以猜一下，他们仨谁先能猜出来，谁最后猜出来，真的难度够大的。那个谁，沈腾哥，加油！倪萍老师先提问吧。是大家都认识的人，还是普通人？会问？不知道。那你不能这么。大家都认识。如果不认识，猜他干嘛呢？贾玲，哎，你比较诚实。他是男人女人？他是女人。您问我，我也会说他是女人啊。但是就你的话就给人一种不可信的感觉。好，你问吧。那我明白了。我这是个男的是个女的？可男可女。可男可女。那我这肯定不是个人了。我这是谁呀？玲儿姐，你这个问题问的真的不是个人了。你就往动物猜吧。你就家畜还是海洋里的？你脑子里的动物就这两类。天上飞的啊？接近。鸟。鸟。你想想你能够说出来的三个字的鸟。金丝雀。鸟。鸟。金丝鸟。我头上这个招人烦不？有人烦，有人喜欢。那不是梧桐。十个人里有八个人喜欢狗。有点接近了。这还有点接近。哎，我想让你们俩厚道点，告诉我，我头上这个女人又是名人，她有什么特别特点，大家一看就能知道她。五官端正。玉观娘娘，观音娘娘，观音娘娘。大姐回来一点，本来是那条道是对的。俩字儿，王母娘啊，俩字儿哈。你要想想我们是来干嘛的。是个女主持人吗？感觉答案要出来了。很有名的，那董卿。哎，好，我们这组胜了。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跟腾哥 PK 一下，我一定要知道是什么鸟。什么什么鸟？什么鸟是吧？树上停着一只是吧？一只什么鸟？爱情鸟。错了，是林依轮。我们还见过爱情鸟啊？我见过，说明它存在。但是呢，它又没有那么常见。我这个人物好，不要那个了。不是每天在生活里。它就叫鸟。我这个人物啊，不是他俩聊他俩的。我这个人物是中外古今的。中古。中古。OK。这样啊，你们提问，马东老师来给你们答案，好不好？马老师来。我站你对面，你问吧，你把你知道的鸟都说一遍。大鸵鸟。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来，人我了啊。我这么说吧，他们都在四大名著里边。唐僧，同一部名著里。哦啊，等会儿。这个没有。
知道了。四大名著，收到，收到。贾玲，你过来，我问你，你现在火不火？火鸟。仨字儿里你都对了俩字儿了。大火鸟。贾玲，我跟你说，这里没有形容词儿。大火鸟。火。你火。火烈鸟。哎呀。我估计沈腾那边再有十个答案怎么也出来了。我是两个字吧？仨字。哎，孙悟空。哎呦，离这孙悟空特别近。猪八戒。这个人物的职务。二师哥。那是绰号。职务。职务。王科长。王科长。不是问他的工作，他上了天之后给他的第一份大工作，这是最大的。给憋死了，给。孙悟空以前干嘛的？就是，以前是孙猴子，他在天大闹天空。大闹之前是因为什么被别人一说他叫什么他就急眼？那个妖怪，不是不是不是，哎呀妖猴，不是泼猴，你这个泼猴，就是这。那个单位，那个大单位的人一说他是什么职位，然后马问，哎呀，终于对溜。哎呀，我跟你讲，哎，这不赖你，这题目出的太题不刁，说实话有点难。这轮最终获胜的是王牌家族。王牌对王牌。这关呢叫做流光幻境啊，我们要考验一下大家的仙术。所谓的仙术，就是请大家在我们这块巨大的绿幕面前，感受一下和这个仙境的结合。五毛钱呗，我们大概花了有七毛多。泰铢，泰铢，太便宜了也。三位评审仔细观看，你们将在所有表演结束以后，共同给出一张支持卡。我们来看一看，你们将面临的第一个挑战的片段是什么？请看。蛇身要出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以前的特效，以前的特效，直接睡觉。挑战这个片段的是贾玲和杨迪。我那个好拿捏。大家现场感受一下，就是抠画面是怎么抠出来的啊。哎呀，直接都看到了，这抠的还可以啊。来，三二一，表演开始。天哪，我的腿，我这是怎么了？天哪，难道我的尾巴要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哎呀，这怎么办？我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好难受！快出来，出来！天哪！这是什么蟒？灵儿，我来了！灵儿，我回来了。逍遥哥哥，你怎么了？我生病了。什么病啊？蛇盘疮。说说你今天找我来干什么呀？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给你爸送点什么东西，所以我给你爸带了一壶这个泡酒，你看看。哎，对哦，你爸呢？泡酒呢？哎呀，你说老爷子还挺忙的。对了，不仅有这个蛇泡酒啊，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蛇油的护手霜，你闻闻味很香的。嗯，是挺好的。嗯，我就先不用了，我用它的话有点画蛇添足了。是吗？这样天也不早了，要不你先回去吧。哎呦，你不说我还忘了，我告诉你啊，最近这外面有点不太平啊。听说最近有一个蛇精出没，我们得小心点。别紧张，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宝贝。听说只要这个蛇精听到这个笛子吹出的声音，它的尾巴就会不由自主地摆动起来。这怎么办？这
灵儿，怎么回事？这是逍遥哥哥，其实我就是一个蛇精，这是我的尾巴，这一切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这么说你不是灵儿？我不是。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假灵儿。没错，我就是假灵儿，但我也早就发现你的不对了，你根本就不是我的逍遥哥哥。什么？你看出来了？你怎么看出来的？刚才你吹笛子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手里拿的根本就不是普通的笛子，而是洋笛。没错，我就是洋笛。好烂的梗啊。那咱们赶紧走吧。走走。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不错不错。其实没关系，不给卡也没事。最后给啊，最后我们统一发卡，统一发卡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们绝对不是最烂的。接下来是第二个片段，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下一个片段是什么。哎呀，练成龙丹了是吧？龙葵练龙葵化成了一把剑。让我们请上的是小童花花杨迪。逍遥，灵儿，这里就是铸剑炉了，离他远一点，瞟到我的头发了。我们只有祭出神剑，我们才能打败邪剑仙。神剑在哪儿？我们该怎么祭剑？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才能换出神剑。天哪！逍遥哥哥，我先走一步了。哎呀，这就要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灵儿，我先跳下去了。哎呀！不！神剑怎么还没出现？是不是我的功力还不够啊？火里有一张一寸照片儿。看来祭出神剑还需要更多的人。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李逍遥，拯救苍生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慢着，等一下，你往那边过去点。嗨，不！那火里还有一架马车是吗？为什么他俩要这样呢？哎，正所谓舍身取义，为救世间苍生，再加上我李逍遥，岂不快哉？我来了！这神剑怎么还不出来啊？可是我们已经无人可跳了呀！各位 ，relax。神剑呢？哇哇！神剑出来了！出来了！哇，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有了神剑，我们就可以战胜邪剑仙了。走走，跟着神剑一起飞，邪剑仙受死吧！果然是一段不如一段啊！你们那个不真的是太不走心了，巴不得那人赶紧跳下去。接下来又要升级玩了。其实在这个仙侠主题的很多剧当中，有一件事情是大家特别羡慕的，就是御剑飞行。接下来我们让躺躺在现场给我们来展示一下什么叫做御剑飞行，可以在现场选择一位和你来搭档演绎，好不好？腾哥来吧。躺躺，这就是御剑，踩上去呗。我会给你们这个不同的场景切换，你们在里面自由发挥这个御剑飞行。首先给你们的场景是天气非常晴朗。哇，这个云彩好漂亮，你看那朵云，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是什么？马。马云。接下来乌云密布，狂风暴雨。没事的，你不用为我遮挡，我可以的。
我可以双板。这在天上飞还怕淋雨啊？来到了外太空。哎，快看，你看那边有好多的星星啊！你要不要许愿？许下我的。后期给你做个蛋糕行不？你们御剑飞行来到了马路上。这是一段剪都剪不出来的表演。我来了。嗨，腾哥超速了，扣六分。呀，坑儿您好，请出示一下驾舰照。驾舰照。掌声有请贾玲、花花、小童、宝哥共同带来小品《我的少女时代之十年之约》。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雨。徐太宇，大过年的我饺子都没吃你就给我约出来了，到底什么事儿啊？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要出国留学，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离开多久？有可能一年，有可能两年，也有可能十年，要看我英语四级什么时候过了。哎，那既然要这么说的话，至少也是十年之后了。既然你对我这么有信心，那我们做个约定好了。十年后的今天，还在这里，我们再见。好呀，十年之后我在这儿等你回来。哎，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这个是我送给你的围脖，你在国外读书要是冷的话，带上它就会想起我了。哇，谢谢你，真贴心。哎，你在哪儿读书来着？沙特阿拉伯。哦，那留着擦汗也行。你闭上眼睛，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猜猜看是什么。你绝对猜不到。不会是项链吧？把眼睛睁开吧。哟，对不起啊，每次都这么破坏氛围。没事，你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还记得我们那首歌吗？我记得。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林真心，我要走了，十年后在这里我们不见不散。徐太宇，十年后我们不见不散。爱到尽头麻烦你让个地方好吗？我正在这等个人。抱歉啊，我也在这等人。不可能啊。喂喂喂喂喂，你是徐太宇的父亲？我是徐太宇。你是徐太宇？可拉倒吧。我真是徐太宇。
你看，还记得送我那围脖吗？妈呀，你真是徐太宇啊！我真是徐太宇，真心的妈妈。什么真心的妈妈呀？我，林真心。你是林真心？我是林真心。那我送你那条项链呢？去年戴崩了，现在这不改了个手链吗？啊，你真是林真心，真是徐太宇。对，这真是徐太宇，徐太宇。哎，干嘛去？啊，不是你干嘛呀？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我只是我突然这么一见到你吧，我稍微有点不适应。我还有点不适应呢。那我问问你吧，你说你怎么变这么黑呢？我不是去阿拉伯了吗？啊。倒腾葡萄干去了。哦，晒的。对，有点晒过劲了。哎，真心妹妹啊，那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哎，你知道河豚吗？我当然知道河豚呀。啊，河豚每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它就会变胖。那你受到惊吓了吗？我不是，我爱吃河豚。哎呀，你得吃几顿河豚才能变成这样啊？讨厌。我不是吃几吨河豚，我吃河豚中毒了，现在稍微有一点点浮肿。真没想到，十年没见，我们俩的变化都真的挺大的。哎，你一会儿有事吗？我没什么事啊。那咱俩结婚去啊。哎呀，妹妹，我们俩一晃十年没见了，突然就这么决定结婚，是不是太草率了呀？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行了，那我先走了啊，哥。妹妹，咱以后常联系啊。妹妹，那我们的十年青春，那不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吗？太宇啊，现在分开是耽误十年，现在要在一起的话，那不耽误一辈子呀？那既然这样，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写的那首歌吗？记得。那就用那首歌，埋葬我们的爱情吧。埋了它。曾经你是我最想得到的女人，曾经我们的约定现在看来非常蠢，只怪我年少无知没看准，那曾经一个吻一幕幕都是痕，从此不要再相认。行了，买完了，走了啊！来吧，来吧。不是，我这儿的东西就不能给我换换，都臭了都。演的，戏精是我。接下来，王牌家族已经正式进入备菜环节了。那这样。我希望啊，他们王牌家族集体切个洋葱。哟，小童啊，小童啊，你太聪明了啊，盲切呀！是，来吧，切吧，来吧，切吧。我真切一刀，这洋葱啊。哎呀！哇塞，姐姐还没下刀呢吧？哎呀，你没事吧，大姐？我帮你吹一吹。哎呀，你一嘴洋葱味啊！哎呀呀，贾玲，你演的特别像那足底按摩呀，就是在底下啊，舒服。我太浮夸了。腾哥搁那演抠鱼呢。腾哥在抠橘子呢，是不是？哎呀，腾哥你。你看这都翻眼了，腾哥一直在酝酿情绪，你看。腾哥有点过了，腾哥。我觉得腾哥呢是个老油条了。对。我觉得腾哥的可能性不大。花花过了，花花啊是哪呀？哎呦喂，小童那儿，小童就没切。小童特别像一个柜台等着那个收银的，是不是？收银员，欢迎光临。
哎，他们团队只有这个弟弟是一直认真的在切。我也觉得是最朴实的。我觉得这个弟弟呢岁数太小，应该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嗯，这是我的第一感觉。不，刚刚月月说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了，但就最后那一秒弟弟没坚持住，就用这个切过洋葱的手居然揉眼睛，暴露了，这不可能的。这样，你们眼前不是有那个泥鳅吗？摸一下好不好？啊！咱们要看细节。从小松开始，一个一个把泥鳅抓到砧板上放着。哎呀，哎呀，这么大一条！哇！哎呀呀呀！别溅我一脸水！这！他们就故意。对。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腾哥来。腾哥吧，腾哥。帮抓是吧？敢抓呀！哎呦！哎呀！不是，这腾哥这条泥鳅有点都在吐泥，坏得很。哎呀！你们俩这轮着闹海了是吧？哎，真正的泥鳅绝对不会是这么老实在那让他们摸的。我相信你当年考入军艺是因为颜值，这回信了吧？纯一张白纸啊！下一个贾玲，我这条主要是有点大泥鳅。哎呀，太滑了！哎呀，玲姐，你像是在那儿提线木偶一样。哎呀，这这。我演的是不是有点假？你浮夸的老祖宗了，演的我自己都有点害怕。你信不信冯巩老师现在打车过来能揍你了？这个味儿啊，这泥鳅，这弄了吗？弄完了。演完了，这还不行吗？刚才那段表演，那奥斯卡请我去，我确实不能去。会不会去了贾玲那儿？他只不过是那个老跟你在这瞎嚷嚷，咱们以为他就不是。我觉得贾玲这么好的演员，他不至于演得这么浮夸。万一是反向思维呢？我就觉得反向思维。对，我猜就在贾玲那儿。我也觉得是。来，花花。哎呀，花花这条还是活的。你那条死的呀，那么跳。咱俩在这儿是吧？这个是。太恶心了，这个。是挺恶心的。哎呀，还在动呢。妈呀！哎呀！你是不是觉得花花那儿也挺像的？因为这块儿好像啊，这段特别是真。拿到板子上来，行，拿到板子。可以了，可以了。别折磨他了。可以了，别让他好好的生活，行吗？演得好。好，小童抓泥鳅。小童，你这条好像已经翻肚了呀。翻肚了，快来演一个，演一个。哎呀呀呀呀！不是你这么水，你连姐刚才那段表演都不如。你是不是老师来把你憋着死？不是，那你来，你面对他，你来演一个，来，你来。我跟你讲啊，小童很有可能就是他，有好几次我看他们节目都是最吓人的放在小童那儿。啊！你说我，你来给小鹏做个示范，给小鹏做个示范，你做个示范来。什么叫正宗的无实物表演啊？你真拿，你别无实物。你这没有，我拿啥呀？哎呀！露馅了，哥，这是什么？手都干的了，你搁那干啥呢？哎呀，我这，我觉得就是贾玲跟小童。
你们一人吃一口黄那个黄桃罐头行吗？啊，不是不是，把那个罐头打开，是不是拧那一下？那你们拧一下，来吧，腾哥你拧吧。啊，哎呀呀，你干行活干惯了，对不起。哎，你看看，哇，用手不是用嘴，这舌头开核桃呢。哎呀呀呀呀，拍反面，拍反面。没有没有，这而且拍的是自个儿手，刚才听见声了，都已经是这样了。对。哎呀，配音。今天有点口技，口技大师。为什么？卡痰了。厉害厉害，玲姐玲姐。啊。哎，这个响啊。把花花该拧自己的了。哎呀呀，你这块挺难拧啊。啊，使劲使劲。可以，尽全力了，尽全力了，尽全力了。这没有人，没有人能打开吗？那种罐头正常拧是拧不开的，送一点气儿它就好拧了。对对对，小童小童这，哎呦，有经验。为什么要拿麻筋怼他呢？你开罐头不是先得把那个气儿得怼，然后喷一下才能拧开？那应该用手，这样吗？手这么不行，这样没劲儿，这个劲儿大。你先摇一摇，晃一晃，把那个气儿让它把那个要抓上泥鳅来，要不试试？你看每一次他们到小童那儿都特别细，我也觉得像他呢。对，我觉得像。不是，我觉得肯定在贾玲。贾玲啊，也有可能，反正就他俩，我觉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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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直接拧开了，厉害。好了好了，我们差不多有答案了。差不多了，一路下来啊，三个人是最怀疑的，一是玲，二是花花，三是小童。不是宋啊，把咱俩的表演评成一个等级了。你不会不乐意吧？你看我演的好不好，把我排除了。你看我和小宋演的好不好，把我俩排除了。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玛丽一揭晓你就傻了。你看现在还在用人中演戏，互相你都傻了，就是那种互相的又来了。我一飞刀飞死你。月月觉得是，我偏向于花花。花花，我觉得其中有一趴就是在花花那儿就很真。哎呀，还在动呢。不，最像的其实是小童。我觉得也是，刚才他们最后在这个我们小童那块那个太真了，简直。因为小童每一次到他，所有人都会去，然后所有人都在帮他去演。什么帮他演呢？我们这谁演的时候，镜头就在谁那儿，我们都蹭镜头去了。对，玛丽真是太会看了。咱先内部说，如果投花花的，谁想投花花？我想，就一个是吧？就一个是吧？那我就随你们吧。那咱就都选小童就完了，因为觉得小童像的多。好不好？懂是吧？来吧，来，一二三，小童。最后决定是小童。没有，我选腾哥。What？ 谢谢包老师对我表演的肯定。哎呀，眼睛太毒了。咦，挨个揭晓好了，好不好？首先，第一个被排除的小宋是吧？对。给我周起来，走。没有，哎呦，啥也没有，啥也没有，演的什么玩意儿？腾哥，你这影帝，腾哥，影帝，谢谢包文婧老师对我表演的肯定。什么都没有，最佳表演，谢谢老师，谢谢，可以可以可以，下面先贾玲的。谁想投我来着？玛丽，你是有眼光的人，这咱真实话实说。我就说，来吧。女人可能就有这种天生的敏感，比男人就多一种直觉，对，多一种。但玛丽可是个纯老爷们儿。
啊啊！真的骗到我了，骗到我了！哎呀，你加油！我的心。来吧，你们来一起打开吧。来吧，一起打开吧。如果是花花呢？我去，只有我一个人猜。还在动呢，使劲！花花的那个细节确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岳哥真的厉害，厉害，厉害！虽败犹荣，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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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哇！来，从深深开始。好，一二的。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好，升调，升调。升多少啊？升八个度，八个度。八度，直接高一个八度吧，直接八度是吧？直接升八度。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可以再升半个位。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再来半个，再来半个。好，应该还可以再补半个。再来。贾玲有点没吃饱的，要馒头的意思。再来半个，再来半个。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应该还可以再半个。我帮一下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哎，妥妥妥，妥了妥了妥了。OK OK， 还可以再办，还可以再办个。哇哦，感觉不太想见到他。来，对你就是不想见的贾玲。来，只想见你，未来过去。光一拳还能上去？不是不是，不行了不行了，你瞅这眼圈，我还可以。来，下一个贾玲啊，贾玲是礼物啊，再高再高，我没唱那个，先上去，先上去啊。我以为我会爆发，但是我没有。厉害！我往上走了啊，哥。那咱这不是最高吗？这没到呢。我以为我会爆发，我以为我会爆发，但是我没有。不是，有没有比周深高啊？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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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但是说实话啊，这咱帮理不帮亲，咱得出点人动静。萨老师啊，左手指月。左手指着月，右手取黄弦。对你来说有点太低了吧？对，因为我刚才我感觉我好像都能跟唱。左手指着月。贾玲跟上了，我的天哪！左手指着月，右手指着天，又跟上了，跟上了，再上一个。你别比了半天，我跟你说，这轮贾玲胜了啊！好来，左手指着月，右手。
逼死歌唱家呀，你这是。再来一个耳朵。好来。还可以上。还可以啊。可以了，我输了，我输了。我的乐理范畴，你们很厉害。我刚才唱了一下，嗓子现在有点哑了。那都小结了，你看，请把镜头推上来。贾玲嗓子已经小结了。来，接下来该沈腾的了，来。来我，来再给我降两个调，再降。爱我还是他，我还能上不？能。谁还能唱吗？你指他干嘛？你指他干嘛？他能八度。来来，再高点啊，老师。爱我还是他？哎呀，哎，这种音啊，我知道哥这种音，这种音是人的赫兹已经听不到了。海豚的那种。海豚不知道，反正河蟹肯定跟我一会儿有点呼应。可以啊，可以啊。这下来的好突然的。好，接下来花花也是这首《爱我还是他》是吧？好，来来来。爱我还是他，爱我还是他，爱我还是他，你爱我还是他？我明白了，想再往高唱，前面得加个你。你爱我还是他？还能高？你爱我还是他？他？我的妈呀！啊！哇！还能高？前面别光点。你。上不去了，再高，再还能高，还能高，你前面再加，请问你试试，请问你，请问你，我还是啊，哇，多高？我数学这么好，我都算不过来。30楼以上了，这都是。不是哥，花花离开了王牌，人家还要去参加那个唱歌的节目的。我目的是啥？我就给他废这儿。下一期我俩名字不好，都怪你。人家披着的，大哥，哎呀呵，我把这里边的衬衫是一背心，里边是个背心。啥玩意儿都可以造假呀！这许文强日子过得惨兮兮的哈。好，准备就绪，接下来，沈腾版《上海滩》。啊，背身出。哎呀，有个回眸。回眸加分了。浪奔，许文强不熟不傻都是，好像是。哪里来了一位老人？他是一个诗人，许文强，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在这上海滩混？我爱许文强出来混，依靠胆量，二靠义气。张小姐是我朋友，我不许任何人侮辱我的朋友，明白吗？许文强，少废话，啪！
这是我唯一一次证明我腰还行的时候。你起来。哎呦，厉害啊，太厉害了。哎，哇，很帅很帅，这听着像是老北京版的，而且演出了一种臭流氓。张小姐跟我，我说。听说我要嫁给乌孙王了，这肯定不是真的，对不对？是真的，朕已经答应他们了，这项链便是信物。可我不想去。一年之后，朕定会召你回来行亲。那我算什么？一件物品吗？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去死。放肆！为什么是我？因为你是朕的女儿，是大汉的公主。和亲是为了两国邦交，难道你愿看着两国交战，百姓流离失所吗？女儿啊，是你最疼爱的女儿，你心疼百姓，难道你就不能心疼心疼你的女儿吗？身为大汉的天子，护得了大汉的百姓，却护不了我的女儿。父王，对不起。吉时已到，请长公主上轿。你等一下，儿臣领命，还请父王保重。
去吧。知道我为什么鞭笞你吗？我得穿成这样吗？你嫉妒。我嫉妒你什么了？离这么近。穆有安，我难道没有吗？你只爱你自己。胡说。来人。在。情形发配岭南吧。哇，所以你是我的母亲。嗯，没有，你是那个大臣。来，舞台中间，贾玲姐需要躺那儿不？躺。你可别怪我一会儿搭不了了啊。你别睡着了，雪粘我。三二一 action。皇后娘娘，根据您的吩咐，青女已经被鞭笞了30大板，好像已经昏过去了。被打晕的滋味不好受吧？醒醒。开饭了。什么？哎呀妈，皇后娘娘啊，你是不是被打晕了？哎呀，皇后娘娘，不瞒你说呀，其实我是一天没吃饭，饿晕了。疼吗？不疼。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你嫉妒我？啊，我笑了。这个嘲笑用得好。我倒是嫉妒你的自信。嗯？你还嫉妒我有爱？来人，把青女发配了。皇后娘娘，你要把我发配到哪儿？发配到巴蜀。巴蜀，太好了，在四川我可以吃火锅。想的倒是挺美啊，要不去兰州吧？兰州有拉面。我觉得陕西更适合你呀。那我就能吃上好吃的彪彪面了。皇后娘娘，虽然失败的痛苦已让我遍体鳞已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明。从头唱，没合上啊！一起来，温柔的翅膀。哎呀呀呀！
好难啊，哥！如果在一个舞台上刻意逗笑人，真的太难了。我觉得我完成的特别不好，不如让我们表演艺术家沈腾老师来一段吧。提议非常好，我们先来看看你们两个人挑战的这个片段是什么，好吧？ OK， 好。你会跳呼兰舞？你不是也会说中原话？看来你对呼兰很有兴趣。光想一想就觉得好搞笑。此次联姻，呼兰可是真心。没想到这么脆。吃差不多得了。怎么还顺子还拿子，我说呼兰王子，我有一事相求。说。可否不让倩儿去那遥远的呼兰？无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你。那我想请豫章王妃为我跳支舞，可好？像个山贼。那我就献丑了。呀！哎呀呀呀呀呀！雄鹰展翅，这是。乾坤大挪移，哥他没有笑，哥他没有笑，没看着，没看着，再来一个，再没看着，没看着，你转他正面，哥你要不下来吧，纯看子怡姐跳舞挺赏心悦目的，够了吗？什么？你果然没有骗我，你还真是献丑了。既然你觉得我跳得不够好，不如你来一段吧。来呀 ，solo， 那我们就来 battle 一下。如果你赢了，我就不带亲儿子；如果你输了，我就把你们俩全带走。这哪有个王子的样子？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盖章。清清的湖水，怎么被绑住了？这是被绑架了吗？这个为了热搜。好心酸啊，这个舞你也能跳？当然，我可是花了200块钱专门学的舞蹈。那我们大家看的岂不是250？不如就把我带走吧。我认输可以吗？太难了，这个。这是我唯一一次看这种复制的版本超越原版的，我也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超的有点远，超的有点远，抱歉抱歉抱歉，太烦了。时代腾团，成团首秀，3、2、1，开始。
呀。跳了一个特别错的动作，人本身是直接撩起来以后这样的，你直接撩起来以后拍屁股，你完了。哎呀，冥冥中都是鹿晗在指引我呀。我有一个可以那个倒立行走，这不行，这我们这边倒立走差不多五步左右啊。好，这不是一个体育节目哦，哇哇。